主料柠檬八个，辅料蜂蜜，准备几个柠檬，洗净控干水，切碎把籽弄出来，把切好的柠檬放入料理机，加入适量的蜂蜜，喜欢甜的可以多加，看自己口味，打碎不要加水，尽量打得碎些，因为有柠檬皮。 OK， 装瓶放冰箱，每天早上空腹冲水喝，有减肥祛斑美白的功效哦。烹饪技巧，尽量把柠檬切小些，这样好打碎，蜂蜜按个人口味来，打的时候可以少放，冲水的时候可以再加些，放冰箱口感好。记住要用温凉水冲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